那安安啊，过去布农族人四季在中央山脉拿出来种植。新地乡公所今日上午举办越走越农走音季记者会，宣告新地乡公所将在4月4号、5号来举办音乐季以及登高挑战赛，欢迎民众可以前来新地乡游玩。新地乡七彩吊桥践行 ，Go Go Go， 请鸣笛。那我们今天在浊岸这个地方，就是浊水溪的河岸来办一个记者会。那这个记者会它其实就搭配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预告在4月4号以及4月5号。4月4号会办一个浊岸的音乐会，那4月5号会办一个七彩吊桥登高挑战赛的比赛。那在这两天的4月4号、4月5号的活动当中，那我们会结合在地农浊水溪这边的农特产业来做一些展售，那包含这边的布农甜桃，也是红玉甜桃，那还有就是苦茶油，那还有一些我们龙须菜。县议员全文才也到场参与，全议员表示，新地乡公所将举办一系列的精彩活动，欢迎大家来到新地乡游玩。今年我们的新地乡的活动陆陆续续的就展开了，然后在我们的4月4号跟4月5号将有两场特别的一些活动。4月4号晚上有一个左岸音乐季，然后在4月5号有一个七彩吊桥登高的一个比赛，那这两个活动是放在一起了。那我是想说，在我们这么一个风景优美的一个地方，这么漂亮的七彩吊桥这里，我们的办一个音乐季或者是我们的登高竞赛，这个让我们的乡民或者是我们全国的观众能够踊跃报名，能够参与这个活动。主办单位也表示，在4月4日以及4月5日将有一系列的精彩活动，欢迎大家来参与并到新地乡游玩。记者邱平一，新地乡采访报道。